视力都衰退了，还做些手工活干什么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知道什么呀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眼睛的事的？可心，这样很好笑是吧？明明几乎是个瞎子，还说自己看得到，冷眼看着我，走路东摇西晃的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样很有趣是吗？很有趣是吗？我没这么想。可心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接受治疗，接受治疗就可以活下来。眼睛看不见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眼睛看不见，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。但是你一定要尽早的接受治疗。你就想让他们把我的眼睛摘掉是吗？这样我就医治不了眼角膜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一峰了。我不要。那万一一直等不到眼角膜移植的机会呢？难道你就永远这样躲下去吗？傻丫头，如果你不及时治疗，延误了病情，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跟范逸峰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才要离开，我不要成为逸峰的包袱，我不要阻碍他的前途。我要我在他脑子里是美好的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？你自行决定了一切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范逸峰现在的心情？范逸峰现在满世界的找你，找到他快要发疯了。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对他也是一种残忍吗？你不愿意跟我回医院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他。我劝你，你不听，他的话你一定听吗？哥，我求你，你别去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求你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告诉他实情的话，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去接受治疗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不让他们动眼球摘除手术。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勇敢一点，去面对问题，去解决问题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吗？要对我这么好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哥哥照顾妹妹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就别想那么多了，专心把病治好，好吗？明天我们就去医院。好吗？